这里是自由广场，我现在在中正纪念堂。今天呢有东北季风，所以是阴天。那太阳公公回去休息了，天气还不错。这里呢一样人潮非常的多，在我前面的两侧呢有涩谷乡的中国宫殿式的建筑呢，是国家两厅院，那它是台湾首座国家级的文化园区。那两厅院指的就是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，这里呢是台湾表演艺术最专业的剧场，那也是许多国内外文化表演都在这里进行。那这里呢，这个自由广场也是台北重要的观光地标。最近呢，可能有活动在架设舞台。I feel good, you look great, I like you, I can't wait. A first time, a first day, you're so fine, I'm so late. You sip one, I drink straight.刚好有乐团的表演在国家戏剧院。那现在的观光客其实还蛮多的，有外国的朋友。风非常的大。两侧呢也有花园，也是布置得很漂亮。这里呢有一面国旗，高高的立在上面。太高兴了！中正纪念堂和自由广场牌楼呢，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台北景点。中正纪念堂卫兵的交接时间呢，也吸引了许多的观光客来朝圣。那展览活动呢，也是相当的热门。坐台北捷运呢，到中正纪念堂捷运站呢，出来就抵达。想来玩，交通上非常的方便。这里远远可以看到台北101这个位置。非常壮观。
中正纪念堂呢，是位于台北市中正区的国家纪念的建筑，是目前纪念已故前总统蒋中正的建筑中规模最大的地方。那它正厅呢，是置放着蒋中正总统的坐姿铜像。那一二楼的部分呢，设有文物展览室呢，那它有陈列一些前蒋中正总统的物品，让我们游客来参观。那现在不是整点的时间，这里呢整点的时间都有卫兵的交接仪式，大家呢都在等待整点的时间来观看这宏伟庄严的交接仪式。